被蚊子叮咬真的跟血型有关系吗？通常来说是没有相关性的。血型是指红细胞膜上的特异性抗原的类型，蚊虫是没有机会识别到红细胞表面的抗原的。吸引蚊子可能的因素具体包括肥胖、运动出汗、喝啤酒、深色服装以及人体皮肤散发的不同气味。此外，宿主的防御性越差，蚊虫就越有可能成功地吸收到大量的血液，因此存在营养不良、虚弱或者身体衰竭的人群可能更容易导致蚊虫的叮咬。防蚊最有效的办法当属物理防护，如挂蚊帐、穿长衣长裤，这些既对人体无害又是防蚊最有效的方法。可以种植夜来香、艾草等有驱蚊效果的食物，外出时最好穿透气的长衣长裤，或者涂抹一些驱蚊的药剂。